好，你说吧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感恩卢金红台长，我是1976年属龙的。我想看看我的身体和图腾的颜色，还有我身上的业障比例。肠胃不好。对。然后腰不好。对。颈椎不好。对。眼睛不好。对。喉咙咽喉发炎。对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个人上辈子是个男人。对。他也知道。你的性格跟男人一模一样。对。你的婚姻有麻烦。对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的命根当中有两次婚姻。你特别要当心。我想问你，你在结婚之前有没有谈过一个恋爱超过一年以上的？有。那就划掉一个了。那么现在这是第二个 是吧？现在还没有。现在没有。没有啊。对。那赶快找。不着急。不着急。啊，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，我看你的是右肾。啊、哦。右面这个腰啊。腰后面有点问题。还有你的心脏。啊、哦。心脏有经常胸闷气急。对。你的人很好，你一辈子都是帮别人的，人家很少会帮你。对。那怎么办，师父？那怎么办？念经啊。哦。你帮了人家之后，然后念经，念了之后，人家就来帮你了呀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脾气不要太坏。哦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太坏的话，我告诉你，结婚都结不了，因为你很厉害。你要找个男的只能唯唯诺诺的。对。呦，这种人也有的。这个也对啊。对，台长你说的没错。你还要看什么？我要看我的业障比例和图腾颜色。业障比例是吧？对。你业障比例是28。颜色图腾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那你这个人孝顺还是蛮孝顺的，孝顺父母亲还是蛮孝顺的，就是脾气倔，还自己伤自己。我现在看你的图腾，你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想不开，有过一点点忧郁症。对。鼓掌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其他的呢，没什么大问题，要注意，就是脚的关节，以后会慢慢的不行，关节不是太好。明白吗？明白。其他没什么，其他的唯一的就是你现在没男朋友带过来吗？没有。啊，没有。我告诉你要当心，你以后不能太强，你这个命有点克人家的。克人的。妈呀。My God， 我帮你讲出来好了。知道了，太太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所以对人家要好一点，跟只要谈上男朋友，你就不停地给他念姐姐咒。好，好吧。好。你人挺好的，很善良，很愿意帮助别人。感恩。这是真的，就是要当心一点，好吧？好的。身体要当心，还有晚上要泡脚。好的。你的肾脏也不好，肾脏。好啦。对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是我图腾颜色。属什么？属龙。哦，白龙。白龙。飞不上去，一直在当中飞。而且这头呢一直翘着，尾巴们往下坠，这种龙是属于什么呢？比较高傲。你别看你就这样子，你还挺骄傲的。是不是啦？对，你还看不起别人呢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我学佛了，我学心灵法门不这样了，我改了。好。对，不能太骄傲，听得懂吗？我一定改，师父。请问陆太，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你家里有灵性啊？哦，多少张？你住的家里有灵性啊？你进门的家门的家里的右手边。右手边进门第二个门，这里有一个像储藏室一样空的。这个地方你会经常听到晚上有声音响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这里有个灵性。你要回家念27张小房子。好。
好吧。好。你想不想看看他是谁吗？不想看了。啊、哦，你要看我叫他晚上到你梦里来看看你。不用了，陆台长、嗯，谢谢。好吧。他别来了，您来吧。你看台长的弟子都这样。还有什么问题？陆台长，我问一个，就我度的一个癌症病人，想帮他问一下，他是53年属蛇的，他的胃已经切除了。看到了。看他念多少张小房子、嗯。哦，他要念很多，他至少要念230张。哦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我告诉你，他的胃啊、嗯，本来已经是腐烂型的，而且胃下垂。哦。医生。本来可以切一点点，但是呢、啊、发现它整个烂了很多、啊、就把它全部切掉1/3。对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嗯，你要叫他现在开始吃全素了。吃全素、啊、如果他再吃荤的，他过去吃的肉啊虾呀、嗯、接在肠子上、啊、下不去、啊、不消化、啊、晚上又不运作不运动，然后呢一直接在肠子上，接在肠子上，时间长了呢结肠，结肠嘛，结肠之后它出不去，它就腐烂，肉在里边腐烂之后呢就跟自己的肉腐就接在一起，所以叫肠癌嘛，结肠癌嘛，就这样的。所以很多人不知道，你们知道过去开刀不是要缝线吗？现在不是用羊肠线吗？羊肠线把你缝起来之后，它跟肉长在一起的，时间长了呢，这个肉和这个肉长在一起，你吃下去的东西几天便秘之后，它就接在你的肠子上，它就跟你的肠子长在一起，腐烂你的肠胃，所以他开刀的时候要把你肠子割掉一大段、哦、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哎，所以你要跟他讲要一定要吃全素，吃全素，要他干净干净，叫他好好修行念经，好好修行。我刚刚看他的图腾，我只能说一点，这个孩子特别执着，想不通。对，轴啊、哎哎，看见吗？嗯，好了。感恩陆军台长，谢谢。好，好好念经啊。好，一定。嗯嗯